乐上春台，风调雨顺皆欢喜，都登寿御，物阜民安庆太平。青海文人谢善树描绘家乡的对联，让后人记住了青海省黄水河畔的这片人文高地乐都。在悠远的史前时光中，乐都先民们依着温暖的河湾钻隧取火，团土为器，河黄文化自此肇始。丝绸之路的声声驼铃，破腔古城的铁马金戈，柳湾墓地的金饰彩陶，瞿昙寺高原故宫的皇家建筑，是乐都的历史传奇，也是乐都的化影生光。乐都古称洛都，为古羌语，青海最古老的地名之一。秦汉以前，这里是古羌人聚居地。西宁府新志记载，乐都东通五郡，西壁黄中，而西垂要地也。在青海文史专家拉有清心中，乐都是了解青海历史以及西北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是河黄地区乃至青海的文化传播策源地。他曾多次来到乐都，考察一座淹没在历史晨雾中的古城。公元前61年，黄水一带羌人叛乱，年逾七旬的汉后将军赵充国深入黄水，平定战乱，架桥修路，屯田养兵，实施屯田十二变书，并在老鸭峡以西修建破羌城，成为乐都建立县治的开端。中原的先进技术催生了乐都的繁荣，大漠戈壁的黄水河畔出现了阡陌纵横、鸡犬相闻的农耕文明景象，乐都成为河黄文化的璀璨明珠。公元前的60年，西汉在乐都之处设立了破羌县。设立破羌县之后啊，乐都正式归入了西汉的版图，成为青海省最早的县城之一。据史载，汉代破羌城周长787米，高8米，有2座高大的城门，城外建有水深达7米的护城河，后山还建有瞭望塔和烽火墩。至今在老城周围及黄水北岸还保存着许多高达5米的烽火墩。历经千年战乱和洪水，昔日雄伟的破羌城仅剩东北角的东城墙和北城墙各一段，拉有清只能从断垣残壁之中探寻关于乐都的历史细节。据《佛国记》记载，东晋隆安3年，一群风尘仆仆的僧人来到今天的乐都，他们将从这里前往印度取经求法，其中就有高僧法显。在《佛国记》中，法显对这段旅程做了简短记述：出发即长安，渡陇至乾归国下座，下座讫，前行至瘦昙国。
纳坦国及当时的南凉国，也就是今天的乐都。法显所走的路线就是大致与河西走廊丝绸之路平行的丝绸之路青海道，是古丝绸之路南线的重要通道。当代史学家认为，丝绸之路青海道兴盛于两汉之际，从民和经乐都过西宁到青海湖，再穿过柴达木盆地到达若羌，通向遥远的西域各地。天寒青海道，城头越千里。乐都域内的碾泊古城、大古城、冰沟城等城镇沿青海道展开，让乐都成为丝绸之路青海道上的重要节点。丝绸之路青海道不仅是沟通中西的贸易通道，更是河湟地区的文化大动脉。中原汉学经由丝绸之路青海道传入河湟地区，深刻改变着乐都的文化面貌。在儒风汉韵的熏染下，偏僻的乐都人文荟萃，儒生云集。至宋元之际，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国际商贸又趋兴盛，河湟文化大动脉的地位日益凸显。中原文化源流的滋养让乐都名士辈出，出现了吴氏、谢善树这样的奇德大儒。特别是青海乐都成为我们河湟地区文化教育发展的中心，凤山书院培养了大批的人才，从此以后乐都就成为河湟地区啊公认的文化县。宋代的乐都称邈川、黄州、乐州，到元代乐都划归西宁州，至明代朝廷先后在乐都设碾泊卫、西宁卫碾泊右千户所，清雍正三年改为碾泊县，1929年青海建省，改碾泊县为乐都县。2013年海东市成立，乐都县改为乐都区。1974年的一个春日，乐都柳湾村民到村北汉台挖土修渠，无意中挖开了一座古墓，一些造型奇特的陶罐显露出来。村民们没有意识到，一座隐藏数千年的瑰丽秘境正悄然开启。青海省文物局的专家对这些陶罐进行了鉴定，这是4000多年前的彩陶。考古队迅速集结，对柳湾墓葬展开发掘。当时刚刚高中毕业的王国顺加入到考古发掘者的行列，成为柳湾墓地的守护人。发掘了1000年的丝绸之路墓葬，这数字蛮超流行的。另外再下来就是戚家文化，戚家文化呢，总共呢发掘了419座墓葬。啊，再下来就是新店，新店呢只发现了5座墓葬。啊，这总共加起来就是1430座墓葬。柳湾墓地是当之无愧的彩陶王国，近40000件出土文物，彩陶就有17000多件，柳湾因此被誉为彩陶的故乡。裸体双性浮雕彩陶壶是柳湾彩陶中最炫目的存在，在壶的腹部，以浮雕加彩绘的手法堆塑了一个正面全裸站立人像，鲜明的男性性征和女性性征同时出现。有学者认为，这代表了古老的阴阳学说，也有学者相信这是远古萨满信仰中沟通天与地、神与人的灵媒。作为中国已知最早的浮雕人物彩陶壶，它被视为稀世艺术珍品，
纳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柳湾墓地持续发掘的五年时间里，王国顺不仅参与了测量、记录、发掘、绘图工作，还将1000多件陶器上的139种符号描摹在硫酸纸上。专家们认为，这些符号很有可能是先民最早使用的文字，这为柳湾墓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1979年，王国顺担任了由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共同编辑的图书《青海柳湾》的绘图工作。这本书如实记载了柳湾彩陶出土的现状和相关情况，科学地分析了彩陶在不同时期的分类和特点，成为研究柳湾彩陶的第一手资料。7年艰辛的劳作，柳湾共发掘墓葬1730多座，涵盖了马家窑文化的半山类型、马场类型和齐家文化、新店文化等4种古文化类型，存续时间长达1500年。如同一部深藏于地下的历史画卷，完整记录下史前人类的生产形态、审美观念乃至社会制度的演变路径，为研究私有制与阶级的起源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物证。2002年5月，占地面积达5830平方米的柳湾彩陶博物馆建成。柳湾墓地作为中国西北规模最大的氏族社会公共墓地，成为全球研究史前文明起源及发展的重要地点。乐都城台乡河东村，村民马国才坐在炉子前，正聚精会神地打磨一个弓箭坯子。一年一度的南山射箭比赛即将到来，马国才要为自己精心制作一把新的牛角弓，确保赢得比赛的优胜。弓箭的制造史可以追溯到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当时的华夏先民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弓箭捕杀猎物。弓的设计原理亘古不变，制作材料和工艺却常常推陈出新。高弹力大射程的牛角弓是中国古法制弓的巅峰。此时弹足于弓胎牛筋，主要上是就是牛筋，牛筋就是抓出来就是结实。要让20多种不同物性的材料聚合在一起发挥效用，这需要制弓人的经验积累，更需要口耳相授的心法传承。马国才出生在一个制作牛角弓的工匠世家，曾祖父马尚友因造弓技艺高超，被当地人誉为弓艺张。马国才12岁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制作牛角弓，直到20岁时才掌握独立制作传统牛角弓的工艺。最难的就是打磨泥具啊，看泥具啊，就是再就是看工手啊，附近啊，烧工就是磨一点的刺还烧不动啊。历史悠久的青海牛角弓曾一度因用料严谨、工艺繁杂、生产周期长等诸多因素影响，濒临失传。作为马家弓箭制作的第四代传人，马国才一直恪守着祖宗法度。遵循传统和时令，马国才制作弓箭的准备工作是从春天开始的。水牛角是弓的核心部件，没有任何伤痕或裂纹的牛角是制作弓箭的理想材料。盛夏时节是铺牛筋丝的季节，
制工所需的牛筋只能取牛背上的那一绺，要集齐一张牛角弓的全部材料，殊为不易。等到金秋来临，马国才再用秘法熬制的鱼鳔胶将所有材料按照家族工艺粘合起来。在完成近300道工序后，一张手工打造的牛角弓才基本成型。每张新弓都会有些小瑕疵，马国才需要反复调整试射，直到合乎他心目中的标准。马国才总会在调试好的弓面绘上独特的十三花饰纹，这些美丽的纹饰是马家弓箭最明显的标志。马国才期待已久的射箭比赛终于到来，盛装出席的乐都人把这场赛事演绎成一场集体的狂欢盛会。乐都南部俗称南山，是一个以藏族为主的多民族聚集区。数百年前，当地居民为抵御匪寇劫掠，户户备弓，人人射箭，神箭手备受尊崇。狼烟远去，南山一带的人们对射箭技艺的推崇绵延至今，演化为当地最热门的文化体育活动。现在，南山射箭已经成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赛场上的马国才成竹在胸，张弓、搭箭、瞄准、射击，弓弦响处，掌声雷动，这是他人生的荣耀时刻。从2006年起，青海省成功举办了多届国际民间射箭邀请赛，并单独设立传统牛角弓比赛项目，在提高青海河湟地区知名度的同时，也带动了传统牛角弓产业的复苏和发展。马国才守护一生的家传技艺，正逐渐焕发出新的光彩。1995年，古建专家张军奇受当时青海文化厅指派，修缮乐都瞿昙寺。这座始建于明洪武25年的寺院，占地面积达15000平方米，是中国西北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明朝寺院。彼时的瞿昙寺已经破败不堪，然而瞿昙寺比肩北京故宫的建筑规制，却让张军奇深感震惊。大明皇帝为何不惜耗费巨资，在这偏远的西北边陲，以皇宫规制建造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呢？明洪武3年，明军进入青海东部追剿元军残部，三罗喇嘛招抚罕东各藏族部落归顺大明王朝，为明朝安定西部边陲奠定了基础。明太祖朱元璋为表彰三罗喇嘛，将其册封为西宁僧纲司都纲，下管13族，同时敕建瞿昙寺，并御笔亲题字。明永乐年间，永乐大帝朱棣派遣修建皇城的工匠远赴乐都，以紫禁城奉天殿为蓝本，设计修建龙国殿。宣德2年2月初9，瞿昙寺最宏伟的建筑龙国殿竣工，御用监太监孟济等4名太监奉旨在殿内立下以汉文、藏文、梵文3种文字书写的“皇帝万万岁”牌，成为瞿昙寺的镇寺之宝。这尊高145厘米的鎏金铜立佛像，面带微笑，衣饰线条流畅飘逸，
是明朝永乐皇帝送给瞿昙寺的礼物，足以证明瞿昙寺在明朝鼎盛时期的尊崇地位。修复龙国殿时，张君绮有时一天要爬上屋顶七八趟研究细节，晚上则在灯下研究施工方案，查阅古建文献，撰写学术论文。瞿昙寺开启了他古建筑研究的学术事业。瞿昙寺从洪武二十五年，历时36年，立了4代皇帝啊，才建成。皇家的极致恩宠渗透在瞿昙寺的每一处庭院廊庑，也让后人得以一窥600年前明代故宫的容颜。抄手斜廊是瞿昙寺最富有情趣的明代建筑元素，两翼呈向上朝拱之势，把主体建筑衬托得巍峨壮丽。其他地方唐代的寺院保存的也不多了，宋代的也很少，这些建筑呢经过几百年的拆建和其他，这些抄手斜廊都不存在了。那么现在国内能够保留下来的抄手斜廊，也就是咱们瞿昙寺的这个实力了。明朝紫禁城奉天殿两侧原建有抄手斜廊，清康熙年间重建时拆除，改成了砖墙。瞿昙寺优美的抄手斜廊由此成为硕果仅存的孤品，具有不可估量的艺术价值和史学价值。如果说龙国殿是瞿昙寺尊贵典雅的仪表，壁画就是瞿昙寺无与伦比的华装。瞿昙寺现存壁画达1600多平方米，90%创作于明朝初期，少量创作于清代，这让中国壁画从北魏到明清有了完整清晰的传承。在美术界有前有敦煌，后有瞿昙的美誉。在修缮宝光殿时，修缮团队遭遇了重大挑战，殿内36根大柱有32根不均匀下沉，红砂石柱础被压碎7个，宝光殿已成危楼。由于大殿内外墙面都会有保存完好的明代壁画精品，不能破拆墙体，张君绮和修缮团队不得不卸下大殿瓦顶，用架子将宝光殿整体提升了20厘米，以钢筋混凝土成台替换了被压碎的柱础，然后落下柱子，按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全面修缮，完美保存了壁画的原貌。修复后的瞿昙寺又恢复了古朴沧桑的气质，近20年来没有发生任何问题，修缮团队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了地方政府的高度赞许。完成修缮瞿昙寺的任务之后，张君绮迎来了学术成果的丰收季节。青海古建筑论坛、青海古建筑设计制图、和黄古建筑艺术、青海乐都瞿昙寺等极有分量的学术专著和文章相继问世，在古建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17年，瞿昙寺高清数据采集项目也正式启动。借助现代科技，隐藏深山600多年的瞿昙寺正以新的姿态重新进入历史大视野。遥闻贵子落尘埃，未问诸生十几枚，今夜天香怀满袖，明秋连根拔将来。
乾隆二十四年中秋夜，碾泊县知县何泽柱为鼓励凤山书院学子勤奋读书，写下了这首诗。当时的何泽柱大概不会想到，他所创办的这座书院会成为乐都近代教育的策源地。每当提及凤山书院，乐都中学高级教师周全忠语气中都有掩饰不住的自豪。所以他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文化名人啊，老百姓对他的评价是非常高。清代的道光初年，凤山书院因故废为菜园，但是乐都人宗师重教的这个传统和信念始终是薪火相传。道光二十一年，新任碾泊知县冯熙派曾任过乐都书院主讲的杨春荣、董培纯和曹世藩等人重建书院，继续弘扬何泽柱的办学理念，习诗书、亲师友、立名节，以为国家培才之地。作为享誉西北的和黄四大书院之一，凤山书院广请名师，遴选具备秀才资格的乐都子弟，教授四书五经，莫用书香熏染了一方水土，竟让民风剽悍的和黄古地变成了礼乐之乡。在凤山书院的引领下，一百多年间，乐都共走出十七名举人，四十名贡生，涌现出吴氏等一批青海文化名人。这块纪念碑浓缩了吴氏的一生。吴氏是清乾嘉时期文坛甘肃三吴之一，博学多才，诸子百家无所不通，常年在和黄一带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引领西北地区一代文风。吴敬亭诗文集是由吴氏后裔吴景周先生搜集整理而成。吴氏在诗歌创作上成就颇高，古风长诗《青海骏马行》体现了吴氏诗歌慷慨大气、不拘一格的诗风，被认为是描写青海骏马的最佳古体诗之一。民国徐世昌主编的《青诗总集》晚晴遗诗会中，吴氏是入选的青海籍诗人之一。在治学上，吴氏继承了汉唐训诂之学和宋代理学思想，并将二者相结合，以经书为依据，重视训诂，注重义理的阐发。文集中的《复试家谱序》《坠岩存稿》《云安四六文草》等文献材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乾嘉年间和黄移民的情况和当时和黄地区的社会文化风貌，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暗指金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晚清以来，新式教育兴起，凤山书院几经变更，到1978年改为今天的乐都六中，教育体系和教育观念经历更新迭代。如今凤山书院旧貌不存，但乐都学子的朗朗书声始终回响在黄水河畔，从未中断。四时之情不同，而乐亦无穷也。2006年，当地政府在黄水北岸重建凤山书院，凤山书院组织编纂的《和黄人物录》《乐都史话》《乐都柳湾彩陶文化》《乐都诗词选注》《和黄历史文化通览》等一系列和黄文化丛书陆续出版。昔日誉满和黄的凤山书院完成了从教书育人到以文化人的善变，成为乐都研究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地。
利用文化资源和区位优势打造文旅新区，一直是乐都区政府的重头戏，也为乐都这片古老而厚重的土地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清晨，巴扎西换上庄重的节日礼服，点亮象征吉祥的酥油灯，燃起柏树枝，为第二天的赛马会祈愿。每年的农历六月，乐都都要举行盛大的北山跑马大赛。作为十里八乡的知名骑手，巴扎西的表现备受期待。相传，文成公主进藏时途经乐都北山，许多牧民为一睹大唐公主风采争先恐后策马赶来。此后，这种骑马互相追逐的形式逐渐演变成赛马会，成为乐都历史悠久的传统民间节会。比赛开始后，巴扎西和他的早流马不负众望，又一次跑在了最前面。为深入发掘北山跑马会的潜力，打造赛马文化品牌，2012年，乐都民族民间赛马协会正式成立。在协会的组织运作下，乐都每年举办一次超大规模的跑马会，并不断提升活动档次和规模。2016年，北山跑马会扩大到青海、甘肃两省的多个区县举办，这让乐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幅提升。北山跑马不断向外拓展，柳湾彩陶却在静待八方来客。柳湾彩陶博物馆内，王国顺正对照着图纸仔细地调整陶罐的位置。为了直观地展示柳湾墓葬，博物馆决定按照原尺寸复原展出564号墓葬。柳湾564号墓葬墓室全长约5米，宽和深各3米左右。墓主人为40多岁之男性，墓中随葬文物颇多，陶器多达91件，绝大部分是彩陶。此外，还有石刀、石斧、石凿和一件绿松石装饰品。这是柳湾1700多座墓葬中随葬文物最多的墓葬，也是柳湾氏族社会从公有制走向私有制的标志，备受学界瞩目。建于2002年5月的柳湾彩陶博物馆，展厅面积达1500平方米，馆藏文物近4万件，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以展示彩陶文化为主的专题性博物馆，也是地方政府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府的有力推动下，一座融古朴与现代于一体的文旅新城正崛起于黄水河畔。古老的河黄文化在新时代的号角声中将再次绽放光芒。从游牧骑射到耕读传家，从战略要冲到文旅新区，乐都总能在历史的螺旋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南北两山静默，黄水一路东流，凤山书院的朗朗书声与瞿昙寺里的暮鼓晨钟交响激荡，谱写出属于乐都的独特乐章。曾经铁马金戈壁，忠诚礼乐诗书香，皇家寺院传旧曲，文旅新区写华章。这是承前启后的乐都，这是生机勃发的乐都。